相隔两年，刘德华再度推出广东歌，呢日华仔就为新歌拍摄 MV。因为疫情关系，华仔都有一段时间冇同工作人员见面啦，所以呢日开工同大家重聚，都令华仔相当开心啊！2020年可能有好多好多事发生，令到大家即系好少见面啊咁样。咁今日见翻咁多，又有真系大大细细哦，真系大大细细。咁我希望即系每一个人由呢一刻开始咯。就越嚟越開心，所有嘢都變翻正常，然後大家可以做翻自己開心做嘅嘢，一齊感覺呢一首歌嘅温暖。我希望大家繼續美麗。新歌嘅主題圍繞傳遞正能量同分享温暖。被問到點解有靈感創作出一首呢一個類型嘅歌嗰陣，華仔就咁講啦：大概都係一年前啦，咁啊好想搞隻廣東歌，咁啱啱呢隻歌咧就。交到我公司咯，咁我哋聽到之後就覺得隻歌好温暖咯，即係覺得好似突然間感覺到即係屋企嘅感覺好強嘅一隻歌。咁開頭咧我就諗緊啊，我寫屋企啊真係好啦，咁又有家庭，有仔女咁所以好想寫一隻關於家庭嘅歌噶。但係寫一寫就覺得，咦，其實可以同所有嘅人一齊分享我呢首歌。咁我亦都希望可以帶少少即係家庭嘅温暖啊，同埋社會上嗰個正能量啊，咁希望大家會鍾意，亦都茶餘飯後攞嚟哼下唱下，家庭樂又好，朋友樂又好，乜都得。既然首歌係同傳遞有關，咁唔知華仔又有冇諗過搞翻個大合唱版，將歌聲嘅正能量發放得更遠呢？當然希望係可以有一首大合唱啦，因為啱啱開始嘅時候咧，我自己希望係同啲細路仔一齊唱，但係。如果大家真係喜歡嘅，可以話俾我聽。咁所有藝人啊，或者朋友啊，你哋真係想唱㗎，咁你講俾我聽，咁我就同我公司安排，大家一齊唱，開開心心。